尽在运通。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启发投顾杨基正。哦，那昨天的美股呈现一个涨跌互见的状况，道琼跟纳斯达克呈现一个上涨，但是费半小跌。那道琼的部分是上涨了171点，纳斯达克部分是小涨5点，那费城半导体则是小跌7点，呈现一个涨跌互见的状况。那外资昨天在我们台股的现货市场是小买了8亿元，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开盘状况。目前哦，离封关已经剩5-6个交易日而已。那现在目前是小涨30点。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是季线哦，第二条，中间平缓这一条，为什么今天特别把季线再点出来？台股这个波段出现倒状反转反弹以来，已经站稳了季线大概7个交易日。从这一天，1、2、3、4、5、6、7，昨天做一个小幅度的压回，把这个小的哦多方缺口封闭掉。但是今天哦，目前看起来今天的 K 棒是小红 K 棒哦，小红 K 棒带一点小小的上影线。那为什么今天特别把季线点出来？季线争夺战哦，季线是一季大家的平均成本。简单的说，就是你参与台北股市3个月以来，如果说它能收在季线之上的话，那代表大部分的投资朋友是处于小幅获利的状况。但是如果跌破季线，就表示这3个月以来参与台北股市的是呈现一个亏损状况。所以今天季线争夺战里面，我们可以发觉这个盘目前的话已经来到了比较重要的关键的这个时刻。也就是说它站稳了季线之后，这边呈现一个倒状反转反弹，那这一条是月线，一个月大家的平均成本慢慢的往上。季线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过，它原本是下弯的非常厉害，因为这个波段跌了1700点。那现在的话，它慢慢会走平，为什么会走平？因为它开始扣底这两个字，它要开始扣底这个区域，也就是说，现在的位置如果比这个区域还高的话，甚至差不多的话，它就不会再呈现一个下弯的状况。所以现在重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季线位置9750，那只要守稳在月线季线之上，就是比大家的选股功力，就是比大家的选股功力。那来台北参与台北股市，你要怎么去掌握每一个波段的行情？你要掌握到主流。来，我们看一下，掌握主流，什么是主流？每一个波段会有强势族群里面的强势股，这个没几个字但是这个已经关系到你这个波段能不能逮中标股的最重要的关键。主流、强势股、指标股、领涨股，好像只有10来个字，却决定了你在2019年第一季能不能击败大盘最重要的关键就在这边。你要操作主流，你要挑选强势族群，你要逮中指标股，你要操作领涨股，就这么单纯。虽然话说的这么单纯，但是你有没有发觉，事实上有些人他还是没办法掌握到整个主流族群。昨天我们大概有10来个在我们赖生活圈，接近20个来做持股诊断，结果我们发觉有一些投资朋友的投资组合非常的零散，这边也买一张，那边也买一张。很多投资朋友的投资组合大概都有10来档，接近20档。我们看一下投资组合你怎么去管理。我们看一下投资组合，你的股票不用太多档，档数不用太多档，你要把档数精简。为什么？因为你来台北股市要输赢来台北股市要输赢，你重点在于掌握每一个波段的强势主流你不用习惯以前自己操作的股票，这边买一张，那边也买一张，那菜市啊咧买菜，逐行拢买一挂，猪肉、鸭肉，各类菜、硬菜，逐行拿了一个篮子到市场去买菜。操作股票的投资组合跟这种情况是不太一样的，跟去市场买菜还无啥共你去市场买菜，各类菜、硬菜、脯啊
牛吧、牛吧，大行都可以少量的、酌量的买，让你的菜色比较丰富。但是操作股票，你这样搞的话，你会很难管理，方便管理。你要把档数精简，因为每一个刚才已经聊过了，每一个波段会有主流，你只要逮中主流，你档数精简，方便你做一个管理。那当然也可以扩大你的绩效，最后操作主流。那为什么今天哦这十几个字？因为昨天的这个二十几个持股诊断的朋友，有些买了一大堆，然后一张两张很零散，这个也不像在百货公司乱挑哦。这个哦百货公司 shopping 哦这边也买一点，这边也买一点，买了一大堆，但是你这样整体上看起来哦一个风吹草动跌了1700点，有的都呈现套牢，你也不卖，因为你买太多档，所以跌下来之后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处理。如果说你掌握主流，跌下来，你可以哦，第一个，看你的投资组合到底是属于强势股还是弱势股。我今天特别把这个点出来，因为很多投资朋友昨天来参加我们赖生活圈的持股诊断，哦，发觉他们的投资组合太过零散。那怎么去掌握主流？我们来看一下，满汉全席，哦，陆陆续续登场，加入会员，你先布局，这个已经跟大家讲大概10天了。鲍鱼哦，已经开牌了，这一档航太零件股的丰达科，今天再创一个新高，这个不是第一天讲，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的股票好像涨得跟大盘不太一样，大盘在这边震荡，你有没有发觉，航太零组件之前十天前跟你讲的，航太零组件去年 EPS 超过5.5块，这个都不是第一天讲哦。去年前三季就赚了4块钱，前年一整年才3.52元。那12月营收表现得不错哦，12月营收表现不错，年增31%，年增31%，这个都不是第一天讲。那为什么今天再把我们满汉全席再拿出来？目的就是要你领先布局，掌握第一手的讯息。丰达科喷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档，这一张图表已经用了十几天了。在站回了月线的那一天，我们就说满汉全席即将陆陆续续的登场，加入会员领先布局。纵使你还不是会员，你至少先加入我们的生活圈。鲍宇是丰达科，航太零组件有没有过关斩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当你觉得大盘还在这边区间盘整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一批股票已经按耐不住，已经冲出去，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再也按耐不住，喷出去，就是这样子。一个大波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档鱼翅，鱼翅相信也不是第一天讲哦。这一档个股，大陆的哦电影后制的特效公司，哦去年的前三季 EPS 已经超过10块钱。我们来看一下，一档一档都来检视，为什么都来检视？这一档涨比较少，从我们介绍之后，大概涨了大概5-6% 而已哦，因为它在这边哦形成一个区间的横盘。那我们来看一下干贝的部分，我们。利用它拉回做了一次差价，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边开始转强哦，这边有差价可以做。那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聊过满汉全席陆陆续续登场，你能不能掌握主流？那整个大盘的部分可以分成三个步骤，我们来看一下，你要怎么去研判大盘可不可以操作？你要运用的是一个技术分析哦，技术分析，也就是说，技术分析里面有每天的 K 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K 线。我们今天就用比较浅显的方式，让大家进入股票这个领域。哦，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波段我们说它倒状反转，为什么叫做倒状反转？这边是一个倒状反转形态，你有没有发觉这边有一个跳空缺口往下？1月4号、1月3号这边，哦，1月4号这边有一个跳空缺口往下，但是隔天1月7号，你有没有发觉有一个跳空缺口往上？一个缺口往下，一个缺口往上。这个疑似孤岛的这种形态，它在整个技术分析里面的反转形态的跳空缺口里面，跟 K 线组合里面，它就是所谓的倒状反转形态。哦，这个我们在索马视频里面有跟我们会员朋友，哦，这个技术课程教的一清二楚。那为什么要学技术？技术分析其中的一环 ，K 线跟跳空缺口，两个跳空缺口，一个往下，一个往上，这个叫做倒状反转形态。你会发觉它这个波段跟之前的崩跌不太一样，它已经在反弹了，它已经在反弹哦，甚至已经谈到3个月大家的平均成本，
那刚才为什么特别点到季线、均线？均线也是技术分析的一环，掌握均线的方向，就是掌握趋势。在进入选强势股之前，你要必须要把大盘先给搞清楚，它现在是不是可以一个选股操作的一个盘势？哦 ，K 线组合跟跳空缺口来看，这边出现一个倒状形态之后，我们再发掘整个均线的架构。第二个均线，哦，均线也站稳了月线跟季线，这个都是中期的均线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我们很少在讲五日线、十日线。哦，正哥发觉有一些投顾老师很喜欢讲五日线、十日线，我们几乎不讲。为什么？越大的趋势越不容易形成，五日线跟十日线很容易转弯，那也很容易形成骗线。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是比较着重整个大趋势、大方向。大家有没有发觉，现在是站上月线第几天？这一天开始站上月线，这一条是月线哦。今天讲重点哦，今天都讲很重要的技术分析哦。这一天站回了月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今天是站回了月线的第十二天。大家有没有发觉前一个波段为什么会崩跌？因为月季线都下弯。那现在为什么比较不会大跌？月线由下弯开始上扬，扣底区域。哦，扣底值回推二十天，它现在开始扣底这边，现在的指数比这边还高，表示它现在是上扬。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月线在哪边，今天月线是9692，昨天9681，为什么多十点？你有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技术分析里面均线的扣底，均线的扣底。所以说你要来台北股市击败大盘，第一个你要有方法。除了研判大盘，再加上选强势主流可以操作的盘，你要选强势主流。当然技术分析的领域包括了刚才聊过的每天有每天的 K 线，几天有 K 几天的 K 线组合，比较重要的表态方式有所谓的跳空缺口，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那均线的部分我们刚才聊过了，季线跟月线为什么特别点这两条？因为这两条即将在封关日即将交叉，所以现在收盘的位置能不能收在月季线之上，将决定哦接下来的这个走法。我们休息一段。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2019年度企划案，加入杨老师，赢得先机。速拨02-2389-8689，02-2389-8689。2019年度企划案，加入杨老师，赢得先机。速拨02-2389-8689，02-2389-8689。启发投顾有粉丝团哦，向往花钱不犹豫的生活吗？想轻松退休不为钱烦恼吗？快掌握启发投顾分析师动向，线上解盘、财经解读、台股分析、讲座资讯、重点新闻，启发投顾粉丝团通通都有。锁定启发投顾粉丝团，让你财富满满满。逐梦专线02-2389-8689。Baby， 你要乖乖哦，今天陪妈妈一起去打流感疫苗。你知道吗？为了让你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妈妈什么都愿意。等你长大，妈妈也会定期带你来打疫苗。妈妈老了，你会不会陪我来打疫苗呢？好，欢迎回到现场哦。刚才聊过了均线的架构跟整个倒状反转形态形成之后，台股在这边形成一个
个股表现，比的就是大家的选股。你能不能运用一个好的方法？我们今天测标，运用一个创新高超方法来选出领先的标股。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是《工商时报》连续五季的选股冠军，连续五季一年多，在一年多这一年多里面，大盘起起伏伏，大盘起起伏伏，从一年半以前，大盘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参加了整个《工商时报》的这个选股竞赛。大盘都在这边波动，波动不大，一直到十月以前，哦，大概就是3-5%在这边盘整。那3-5%盘整的同时，我们创造了两个超过50%的绩效，2017年第四季的51%跟去年第一季的56%。大盘在这边哦，不上不下这样子，哦，来来回回大概500-600点这样子区间盘整。那你有没有很好奇？哎，大盘为什么在这边区间盘整500-600点不上不下？那为什么这个战队可以用正确的方法击败大盘，甚至创造56%的这个记录？我们来看一下战果揭晓。实战派真枪实弹的战队勇夺了总冠军。战果出炉，实战派战队再次写下了倍猛障碍56.86，夺下了季冠军。战果揭晓，拔得了一季的头筹。大家有没有很好奇？大盘就在这边区间盘整，这样不上不下，十月以前都在10000点到11100点，1000点这样子，最多就是1000点，顶多10%。那为什么可以写下50%的记录？方法，对的方法，选标股。我们这边有一个生活圈栏，我们来看一下。脸书是正哥创新高操盘法，哦，创新高操盘法。赖生活圈是小老鼠 YOUNG168， 我再讲一次，小老鼠 YOUNG168， 这个是 QR code， 也直接可以扫 QR code 加入我们赖生活圈。为什么要加入我们这个赖生活圈？昨天的持股诊断，很多投资朋友后来豁然开朗，因为他投资组合里面大概有20-30档，经过我们跟他剖析之后，他开始有一点，哦，有一点顿悟，也就是所谓的豁然开朗那种感觉。为什么？他觉得他投资组合这么多，那有些股票跌下来他又不想卖，又舍不得卖，因为有成本，哦，有成本观念。当然，哦，卖有些投资股票不一定每一次都看对，你要长期达到大赚小赔的这种功效，你操作主流，你逮中主流之后，你就是波段持有。波段持有，那为什么我们在半个月前会跟大家聊过，会跟大家聊这个满汉全席即将登场？为什么会有这个活动？无非是想让你可以第一手的跟上我们的讯息。哦，我们是连续《工商时报》连续5季的选股冠军，我们有这个社会责任，让你去掌握主流股，要不然哦，连续5季的这个季冠军在这边的话。哦，你每天看节目，你还是赚不到钱，这样子，正哥会很难过。为什么？你还是习惯操作自己的股票，这边买一档，这边买一张，哦，加买一张，加买一张，被动元件买一张，细晶圆买一张，听人讲你得买一张，那搞到后来，你投资股票，哦，你投资组合10-20张，有的套牢，有的小赚，大部分都套牢。这样子，你仔细的想一想，这样子的操作方式，能不能让你赚钱？2019年金猪年刚开始。金猪年现在才1月份，你要不要大彻大悟，彻底的改变自己，选主流，档数精简，满汉全席是你一个很好的机会，加入会员领先布局。刚才这3档都喷出了，我们不再讲，我们现在来讲这一档红包股。今天你看电视的，开放5个名额，只有5个哦。为什么？哦，我们必须把这个名额给限制好，因为5个专人通知跟我们会员同步进场，这样子专人通知肯定报线来同步操作。那这一档红包股是哪一档？我们来看一下，满汉全席刚才聊过了，鲍鱼喷出大涨，哦，我们不再一一的讲了，喷出大涨我们就不再讲了。那现在这一档是刚，哦，刚准备要发动的，开放5个名额，专人来通知，
好，专人通知哦，开放五个名额，今天肯定报线。我们是连续五季的选股冠军，给这个机会给好五个好朋友，给五个好朋友。那这一档个股还没有喷出，它是满汉全席我们里面的我们的燕窝 ，LED mini LED 订单，股价突破这个下降反压线。刚才的技术分析里面，大家有没有很好奇？技术分析刚才有聊到 K 线、均线跟整个跳空缺口，这个是趋势线突破下降反压线。我们来看一下，股价突破下降反压线，这一档满汉全席的燕窝，开放五个名额，专人来通知，同步来进场。我们是工商时报连续五季的季冠军，不用你来抬轿，你可以把握每一次的机会哦，你可以把握每一次的机会参与我们同步的操作。那这一档即将进场，我们会员哦，跟我们会员来同步。这边为什么点到一个十二月三号？这个十二月三号是这一个点，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是决定你的股票会飙的一个关键哦。为什么把它定在十二月三号？这个反弹的高点叫做10148，大盘还没有反弹到这边，它前一波已经反弹过去了，它前一波已经领先攻过去了。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聊的，熊高 K 的股票是领先股，那。这两个股除了技术面上非常的强势之外， mini LED 的商机可以运用在第一个电竞的萤幕、高阶的电视以及所谓的智慧型的手机。最近的话开始又切入整个电子的哦，车用电子市场。那在基本面的琢磨上，它去年的 EPS 已经到达了 6.5 元。2018年现在是2019年第一季的1月份，它2018年EPS 是6.5，大砍 mini LED 的商机，今年的下半年有机会打入智慧手机的品牌。所以刚才的满汉全席里面，鲍鱼、干贝都鱼翅都陆陆续续的喷出大涨。这一档红包股开放五个名额哦，开放五个名额，只有五个哦，一定要有名额限制，也包括赖生活圈的朋友跟。今天有看电视的朋友，开放五个名额，专人会来通知你。我们是连续五季《工商时报》的擂台组霸主，我们不用你来抬轿，我们要帮助你。你看我的电视，你能不能赚到钱？给你一个机会。你看我电视，你一直说你没办法赚到钱的话，表示你的决心不够，表示你的决心不够。你今天来拿这一档红包股，表示你信任正哥。你认同我们连续五季的选股冠军，正哥就有这个义务，让你跟我们会员来做一个同步。今天的电视肯定爆线，因为这一档燕窝哦是继我们前三档满汉全席喷出之后，今天专人通知开放五个，只有五个哦。你看正哥电视这么久了，你也知道我们的选股哦可以用一个好的方法。连续在《工商时报》连霸五季，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选出强于大盘的标股？哦，3004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哦，我们的鲍鱼股哦，这一档是之前跟大家聊过《满汉全席》里面的鲍鱼，它是不是喷出一段之后整理四五天再创新高？有没有跟大盘不太一样？大盘涨5%，你的个股如果可以涨15%。你就击败大盘，所以说这一档红包股，今天只开放给五个，哦，五个会有专人来通知。你看正哥节目这么久了，如果你真的没办法赚到钱，正哥真的会很难过，表示你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操作到主流标股。但是你如果可以掌握到我们创新高操盘法，再加三线交叉法，你就可以选到真正的标码。所以说。年关快到了，哦，正哥发红包，这一档红包股也就是这一档燕窝，满汉全席里面的燕窝粉墨登场，今天只开放五个名额，会有专人跟你通知。今天节目肯定爆线，哦，今天节目肯定爆线，不管你是看电视的，哦，甚至你是加入我们赖生活圈的朋友，你都可以立即去抢位，只有五个哦，只有五个，同步来操作，专人通知。那为什么只有五个？第一个，哦，我们
碍于整个筹码，我们不希望太多人来做一个哦，这个做一个介入。那接下来的话，这一档燕窝，刚才题材已经讲这么多了，开放五名给今天有收看电视的朋友，你已经验证了3004鲍宇丰达科喷出大涨，你都不敢买。今天给大家一个机会，只有前五名，开放五个专人通知，今天肯定爆线来参与我们同步操作，我们明天见。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赢得先机，速拨02-2389-8689，02-2389-8689。2019年度企划案，加入杨老师，赢得先机，速拨02-2389-8689，02-2389-8689。启发投顾有粉丝团哦。向往花钱不犹豫的生活吗？想轻松退休不为钱烦恼吗？快掌握启发投顾分析师动向，线上解盘、财经解读、台股分析、讲座资讯、重点新闻，启发投顾粉丝团通通都有。锁定启发投顾粉丝团，让你财富满满满。逐梦专线02-2389-8689。启发投顾，启动财富成长，发现幸福人生。想带家人出国旅游却难以实现，想为家人换车却迟疑了，别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让启发投顾协助爱家的你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选择